好没灵魂哦。再说一次 ，Love you。Love you too。Everybody， 这边天气真的是又干又冷，但我们看到我的嘴唇超级干。我们刚出去吃个饭，然后因为伊恩今天要上班，所以他在上面开会中，所以我就一个人嘟跑到这边，是一个他的地下室。然后其实与其说是地下室，比较像是一个电影院吧。然后我们昨天把沙发弄成像这样子一个大大的正方形，然后后面这边就可以播电影。我们昨天把 Harry Potter。Deathly Hallow 的 Part 2看完了，再来是我的 Supplement， 主要带了就是一些金盏花啊，然后美好莓果跟 B 群等等，然后美好莓果我这次带了一个全新的，然后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2022年的最后一次好在乎的团购就开始了，应该也是一个礼拜，我这讲了100遍，但是我自己最推荐的是女生可以吃这个美好莓果，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得过尿道炎，所以我知道那个有多痛苦，所以我后来对于这方面的保养就比较重视，所以推荐给大家。那如果之前已经有吃过的话，其实也可以选择直接买这种补充包装，就比较环保一点。那台湾跟香港都可以买，然后包含赠品啊、运费啊等等，所有的资讯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虽然我这次在美国把大部分的工作都交代出去了，但是我还是有累积了一些影片还没有剪，所以趁着伊恩在工作，我现在来剪影片了。各位，你是不是看不到我？我跟你说，因为我也看不到我自己。晚上的五点不到半，外面的天已经黑了。这边天黑怎么这么快？哇，这件外套终于派上用场了。我们今天晚上呢，又要去听另外一场演唱会了。这个演唱会是 Rina Sawayama。他每次连自己要到底要去听谁的演唱会都不记得。Rina Sawayama。这是我最近最喜欢的味道。Nice。我终于穿到了这么厚的衣服，我决定把这件衣服就留在美国了。然后呢，因为我现在嘴唇实在是太干了，所以我决定去买护唇膏。很无聊的 update。是不是非常令人愉悦呢？这次在美国，其实我最兴奋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穿冬天的衣服了。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冷的天气跟 layering 的人，但在香港跟台湾其实一直都没有什么机会做这件事情，因为实在是太热了。有时候可能我穿就是一件薄的毛衣，我出去可能会热到流汗这种，你们懂吧？你们都懂吧？所以我这次来就是把握机会，把所有还没有穿过的那种冬天的衣服全部都带过来。最近不是很流行那种什么 Y2K 吗？但其实我自己更被吸引的那个 style 是就是一种法式复古的风格，可能我最近看 French Vogue 看太多。我前阵子呢，在一个叫做 Simple Retro 的品牌，就是入了几件衣服，有几件我已经穿过了，所以有一点点皱，大家不要在意哈。Are you delivering coffee? Do you want to say hi? Hi.
首先呢，第一件就是这个叫做 Ellie 的 V 领宽松卫衣，然后它颜色是咖啡色的，这个完全就是我平常会穿的衣服。我现在想象中，你可以搭一个深色的那种 mom jeans 啊，然后加一个短靴，其实看起来就会很复古了。我自己觉得它的这个 cut 做得很好，就是它的视觉线条是可以这样很顺的从肩膀这样子延伸下去。然后另外它这个下摆也不会太长，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像我有几件就是真的是很 oversize， 它可能那个下摆就已经长到这里的那种，视觉上可能腿的线条就没有那么好。那这件它的下摆是蛮适中的，我觉得赞赞。再来下一件是我自己觉得超级可爱的，它是一个比较奶油白色的一个 cardigan， 然后上面有这样非常可爱的 handmade 的小花。我之后有机会一定要穿它拍照，因为我觉得这个花花实在是太可爱了。再来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像我今天就是简单搭一个牛仔裤，但是我觉得如果搭西装裤应该会蛮好看的。这件也是我收到实穿之后觉得蛮有惊喜的，就是它的这个材质是很亲肤的，像它袖口这个撞色细节，还有这个大的 collar 跟 button 我都觉得很好看。再来这个也是我觉得蛮有惊喜的一件 midi skirt， 它是一个就是偏千鸟纹的一个格纹，所以整体看起来就是一个温暖的秋冬的感觉。它这个材质是有点偏呢绒的，然后它够厚，不会太过的贴身。我穿长裙最怕就是它贴在小腹这里，正面看起来都还好，然后侧面一转过去是就一大坨。这件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收到的时候我也是就是 thank god。 下一个是这个 jasmine 的黄色短版毛衣，这个也是我觉得穿起来很可爱很好看的一件。那如大家所见，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短版毛衣，那一样它的材质是算亲肤的，这个我觉得可能留到春天的时候穿会更有那种叫春意盎然的感觉。最后是这一件 Arlet 米白色的高领打底衫，这一件就你可以看到它是很有弹性的嘛，它的材质很舒服之外，你看它这个领口是不是很可爱的，这边实际收到跟试穿之后，我发现它的颜色啊、设计跟版型其实都比想象中好驾驭跟好看。But anyway， 我会把所有的资讯放在下面的 info box，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呀。现在要准备去吃晚餐，一间在 Berkeley 三年的时间都没有去吃的一家很好吃的日本餐厅，叫什么来的啊？ Hiraku。 Hiraku， oh really？ 对呀，没有。我们来闲话家常一下好了，请问，旁边这位先生，你今天过得如何？今天普通。可是我们昨天去听了演唱会之后，伊恩就说他没有那么 stress 了。哦、Are you healed？ 去工作又 stress。我来讲一下我今天去 T-Mobile 好了。今天是我到美国的，不知道第四天还是第五天嘛。然后一开始其实伊恩有买了一张 T-Mobile 的那个预付卡给我，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那张卡就不能用啦。然后我今天到 T-Mobile 里面去问，他就说啊，你的手机 lock 住了。因为我的手机是在 Apple Store 里面买的，所以 supposedly 是没有锁机这个问题的，但就是神奇的事情就是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对，所以我今天又另外买了一张 prepaid card， 对，应该够用了七天了，我买了6个 gigabyte。 哦，你们知道 Ian 他一个月的 data plan 是多少 gigabyte 吗？完，哪有用不完？我不知道你怎么办到的， I don't understand。你可能今天用了我 half， yeah， maybe like 5 hours I use half。 我们现在是第几位？七。你认真吗 ？Yeah, but I found it. Oh my god， 好像闻到了。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shaving your head? No.
Do you want me to shake my head? Okay, you can do that. No. Where we're going, I like where we're going. 我们今天又要再度的来 movie night 了。Movie theater butter 啊，哎，好绕口哦。Movie theater butter popcorn。Movie theater butter 大宝。Movie theater butter 大宝。哇，好奇怪呀。你都奇怪啊。玩一个 popcorn 之舞。pop Big ball. I mean, sure we can, but are you sure? 太荒唐了啦！Zimona tali sekong ukupa unguye, lom tu otin unguye. 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